你好，我是大嘴，我已经好几天没看见小鬼头了，直到今天有个人私信我，想知道小鬼头去了哪里。下午三点到星星公园。好家伙，这又是什么谍战片展开呀？下午三点。喂，有人吗？我来了。小鬼头呢？大嘴，我等你好久了。小鬼头，你这是什么衣服呀？小鬼头因为参与村子之间的斗争，已经被带走秘密问询了。等会儿，你不就是小鬼头换了身衣服吗？村子之间的斗争又是什么？既然是秘密问询，为什么又要让我知道啊？哎呀，这个 BGM 又是要闹哪样啊？如果想救小鬼头，就跟我来吧。人法时空之门。那个忍者小鬼头，你脑袋掉门外面了。话说你走了，时空之门关闭了，我怎么进去啊？喂，人法时空之门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脖子好痛啊？难道穿越时空都会脖子痛吗？大嘴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你又是谁啊？我是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天使，你可以叫我嫦娥。不是不愿意透露姓名吗？哎呀，槽点太多，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。我现在要去找小鬼头啊。好的，大嘴先生，满足您最后一个愿望，这就为您匹配对应的装备和技能。最后一个愿望？为什么是最后一个愿望呀？因为大嘴先生，您刚才穿越时空之门的时候脑袋已经掉了呀。所以我就这么无了？新的时空之门即将开启，大嘴先生一路平安。脖子好痛啊，不会又掉脑袋了吧？对了，您抽到了 S 级天赋地爆天星，人呢？现在的冒险者怎么都这么着急呀？哇，这是草剃剑，还有紧身衣、紫领巾，我也是忍者。等会儿，我的脑袋还在吗？还在还在。看样子你已经成功传送过来了。没错，话说你的脖子不疼吗？小鬼头现在被关在村子最里面，如果想救小鬼头，就要……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总之就是传统的 RPG 展开嘛。哎，等等，魔法三姐妹是不是打过来了？人法，孤影之兽，我怎么自己不会？你现在已经隐身了吗？进！哈！哈！喂，前面那个不会是传说中的八岐大蛇吧？拥有八个脑袋，传说中的怪兽？我可是刚出新手村啊！人法。没想到你竟如此轻松地打败了魔法三姐妹和八岐大蛇，这样一来我们村子就可以称霸这个世界了。你们称不称霸无所谓，赶快把小鬼头还给我。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你们把我的小鬼头还给我。愿君现十八大嘴，当初叫你来就是因为我们没人愿意做这些苦差事，现在你的工作完成了，小鬼头对我们还有用，你可以走了。你们人法，只是他怎么会这个？地宝天心，小鬼头，小鬼头你在哪里？老大，老大我在这儿。小鬼头快和我回家，你们都没见到你，担心死我了。还有个忍者和你声音一模一样，我都快分不清了。老大，人法时空之门。老大，我脖子怎么这么痛啊？哎呀，没事，我已经痛了好多次了，习惯就好了。啊。去吃晚饭吧。好的，老豆。对了，你到底是怎么被抓过去的？